呀，没想到我是第一个。不得不说这变声器挺好听，我要看看藏哪里好呢。女主家的花丛不错。我就藏在里面吧。系统提示，一号玩家已藏好。哎呀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我冲了沙雕壁，我会飞。那么我要藏在高一点的地方。就藏在这里吧。系统提示，二号玩家已藏好。妈耶，都没时间了，怎么才到我啊？今天没钱了，什么都没有凑合着用吧。我藏在寿司店吧，躲厕所里。就藏在这里。系统提示，三号玩家已藏好。这些躲藏者太慢了，我等的花都谢了。先去女主家看看。好像有人。系统提示，一号玩家被淘汰。现在去找第二个。走着太慢了，使用技能传送。传送成功。系统提示，三号玩家被淘汰。你现在还有5秒的寻找时间。搜捕着失败，二号玩家。